我们阿斯玛族曲音乐会与其他的音乐会有所不同。第一，我们有一个实力非常雄厚的作曲团队。我们这次阿斯玛的音乐会所有的歌曲都是作曲家为我们音写良心打造的。第二，我们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阵容。我们这次乐团我们有70多人，合唱团40人，还有我们的青少年乐团也有30多人，还加上我们的领唱老师们，这样我们加起来我们的队伍呢大概是有将近160人。所以呢，我们就是为了给大家呈现一个高质量高水平的音乐会。第三，我们参加我们这个阿斯玛族群音乐会的领唱老师们基本上都是我们波士顿地区享有盛誉的歌唱家。我是男高音万冰川。我们音协的宗旨就是要在海外传播咱们的中国文化中国音乐。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我们的音乐家们能够提供一个展示我们中国音乐的平台。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就是给我们在这里成长的青少年给他们一个了解中国文化能够学习中国音乐的这么一个机会。同时呢，也希望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舞台。